这是去年信义乡民德川自便利超商到加油站路段引水灾情，只要雨落超过一点钟，这两条山沟就会发生大水串流的现象，其中还会带着沙石土沟冲到路面，造成交通暂时中断。附近居民也因为已经被淹到惊，只好自行装设挡水门来作为应应。很无奈，真的是没有办法，不知道要向谁诉苦啊！大家都是，每到这个时候的时候，都是忍着自己的那个痛苦去自己整理那样子。啊，这款的物件，我认为讲吼，这爱切割吼，我来拜托咱协定咱的政府啊，较紧的，迄个崩山围哇，迄面顶来做挡土墙，好来做拦沙坝，好。这几年来哈，这坑哈，这信义这坑，面顶这坑崩山了，造成甲阮交通啦，咱遮的居民的哈，非常恶杂甲无方便安尼哈。所以讲政府啊，来注重这个问题安尼哈。除了需要长期的治理，当地居民也反映，排出引水后所带来的沙石堆积是一种困扰，除了让出入无方便，也影响店家做生意。因此，真希望负责单位会当尽量加紧清理的速度。沙石来，哦，这些民众嘛，安尼每下呢，头前拖就拢无来改清，算时间超慢啦。哦，就伫遐请我过来，我嘛过来看。我是讲吼。这段时间伫也未整治，这段时间呢，我嘛呼应咱公路局单位吼，较积极个啦，吼，若有灾害，恁来开过去个吼，我看问题拢出伫开过去个啦。在发生泥流的时候，道路阻断的时候，我们公路段第一个时间是以道路抢通为原则，能够让大众通行为第一要件嘛吼，在抢通之后。我们再请开口企业厂商进来把事情土石帮给清除掉，那清除的时候我们会尽量要求厂商把路面清干净，而且速度能够加快一点，然后还给大众一个干净的通行路面。这两条山沟因为上方山坡有大片的崩山，因此只要一路大雨，土沟山石就会冲到下方造成灾情。经过了一年，地方甲中央的相关单位已经做过会勘，却无任何整治崩山的计划。因此相信今年雨水期，信义乡明德村这个交通要道拄到风台大雨，有关的继续淹大水。记者金文山采访报道。